让我们能够来台湾，实在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这次我们到台湾，能够到海边去玩，然后今天我们骑自行车，让我们在身体能够尽情的玩乐，我们很高兴。3年前的大震灾的时候，那时候我才9岁，所以我本身对那个灾害并不没有什么，我并不太知道，我并不能认识那个危险性。我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们出去玩1个钟头，那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认识到这个危险性，开始感觉到会害怕。但是我们受到很多的我们全国日本国还有国外很多人的这样的支持爱心爱心。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会非常感谢大家。そしてこのように日本国内だけでなく、このような海外でもこういうキャンプを開いていただいてとても嬉しく。然后我们不是只有日本人，我们自己日本人在照顾我们，我们还受到台湾大家的这样子招待我们，实在让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想我们这个放射能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还会再继续好几年。所以能够再有这种招待这种活动如果能够再继续有的话我会很高兴。今天这次让我们能够这样放松精神在外面玩的实在非常高兴非常感谢谢谢。